哎，等我一下，我接个电话。哎，今天干嘛？小老弟，嘛呢？我刚发了你个东西，你帮我点一下。不肯邀请码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你先点，你别问，点进去就知道。 丁丁，传播淫秽色情是违法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是个正常且健康的成年男性，我一没女友，二没嫖，两个孤寂的心灵通过高科技的手段互相慰藉一下，大家各取所需，我哪里违法？我告诉你，杀猪盘专门宰你们这种空虚的大肥猪。放心吧，这个网站我已经跑了很久了，绝对安全。 一万步，就算真是杀猪盘，杀呗，反正我的银行卡余额总数只有2位数。随便杀，不心疼。哼，那你俩互看去吧啊！别怪我没提醒你。挂了，打游戏呢。你先帮我点。哎，我上线了，上线了。哇，丁丁哥哥，你又来看我了，姐姐好开心呀！老规矩，先给你跳一个吧。 你的身材好好啊，好喜欢你呀、啊。